碑一座。礼券2500。好，大家鼓掌一下哈，再过来试掉。首先感谢我今天最大的客户梁永朝梁先生，跟第二名的资深爱好家黄雅良会长。B 场是不管秉持着服务的精神，不管客户跟我们买一尾鱼或者是十尾鱼，我们都是用心然后去服务。那我也很感谢，我是很多前辈给我的提携，我们才有机会拿这个，今年拿两个大奖，好，那谢谢大家，我们还是需要更加努力，谢谢。